好啦，今次同大家去参观一个咧好有特色嘅 apartment， 系两层嘅。个地点咧，正正就系喺诺定咸市嘅中心位置，非常方便噶。总共有两个大房同埋两个洗手间。喺楼下正正就系喺 Ibis 酒店嘅对面，行过对面马路就系 Tesco Express 啦。不过楼下对正有两间酒吧，夜晚就可能会嘈啦。再行前啲。就是市电的车站了，再直行呢转右呢就是 Carlton Street， 这里就是食街了，正正就是呢很多食肆的地方。这个 apartment 的名字叫做 One Feature Gate， 每一层就有476尺，两层加起来就有953尺。一入门口，左手边咧就系一个开放式厨房同埋洗手间，行入去咧就系个饭厅同埋个客厅啦。行落楼下咧就有两间房。呢一間咧就係細房，不過冇窗嘅，感覺有一啲局促。咁中間咧就有一個洗手間同埋浴室。咁呢一個咧就係主人房啦，有一個窗。不過咧樓下咧正正就係對正酒吧，夜晚咧就一定會嘈噶啦。每年地租咧就要俾250英磅，管理費咧就要2000英磅一年，仲有107年的租約權。還有這個單位包埋一個地下室內的指定車位。好啦，跟住睇呢一間呢，就係喺區內呢都好出名嘅 apartment， 叫做 Marco Island。 今次睇呢一間呢係兩房一廁嘅單位，由 Marco Island 行去市中心 Victoria Centre 咧，大概都是6分鐘左右，所以位置是非常方便的。喺 Waymove 咧睇啲相片咧都唔錯嘅，咁呢一個單位咧就係喺5樓。呢一個單位咧望出去嘅景咧都好開揚嘅。两个房同埋个厅咧都有大窗，咁而家咧去现场睇下 Marco Island 咧个正门咧其实对正一条马路嘅，所以咧出入咧就一定要过红绿灯噶。你睇下个大堂同埋个 lift lobby 都算系干净啦。一入门口左手边咧就系浴室加埋个厕所，咁正门行前咧就对正一个好细嘅房，咁呢度勉强咧都可以放到一张单人床啦，或者你爱嚟做下书房都得嘅。咁隔篱咧，应该就系主人房啦。咁再过隔篱咧，就系个客厅啦。
咁啊连埋一个开放式嘅厨房。咁呢一个单位咧，而家叫价咧就系120,000英镑。咁啊啱啱咧就有一个新租客租咗，咁啊下星期咧就会搬入嚟啦。咁佢个租约咧都会去到2022年3月啦。即系话，如果你要买入呢一个单位咧，就一定系连埋个租约买入噶啦。不过呢一个单位咧就唔包车位嘅，咁地租咧每年咧就要俾250英镑啦。咁租用期咧就以2004年4月1日开始计，咁仲有133年啦。咁而管理费咧每年咧大概咧就要俾1372英镑啦。咁第三个 apartment 咧。咁佢就叫 The Pond， 咁呢一个单位嘅位置咧，又系超方便嘅，就系喺 Carlton Street 隔篱嘅啫，行去食街都系大约5分钟左右啊。咁行去 Victoria Centre 咧，大概都系8分钟左右嘅啫。咁呢一个单位咧，就系2房2廁嚟嘅。咁兩個房都好大，都可以放到一張雙人床。主人房個廁所咧就係用企缸嘅，不過咧個廁所咧就係黑廁嚟嘅，冇窗嘅。而第二個洗手間都係黑廁嚟噶，不過佢就用咗浴缸。嗱，呢一個咧就係佢嘅客廳啦。咁啊，有兩邊嘅落地玻璃都好光猛嘅喎，又係一個開放式廚房。咁個廳咧對正咧就有一個小露台。咁而家咧叫價咧就係要185,000英镑，咁啊包埋一個固定嘅室內車位添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讲住咁多先。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